六十年了咧，阮的姓苏的声就真来是。小东，你办打你乱来呢？故事就是安尼，这人生足奇怪。这老吼会想到初恋，初恋到高中二年的时阵，青青不知我的心，想到张爱玲嘛吼，心作心，哎，掉过一个月，心心不知而作心呢，不知我的心。青青不知我的心，我有一个可爱的阿飞小姐，面目是又嫩又白又个真细汉，伊个头毛比较光头，也是真古锥。伊就是高中二年生，即阵二年因为高中二年也二年转来。我故事几啊开始，都是变温柔变乖。怎失恋了？我怎失恋了？怎要回去？失恋我怎要回去？失恋。啊，失恋真真。哎，失恋我离别时啊，啊，离别时啊，我挂。最后的时，啊，无最后的时啊。搁无偌久了，啊，搞放财的查某吼，以前花个咩？你不是以前做礼品嘛？我要嫁啊！我要嫁上，因为伊家公要嫁某某人啊，大人物有名的人，伊好嫁嘛，有钱人。啊，我讲你，你若要嫁，我到许多人吼答应了嘛，我要骗来，爱钱啊，搁唔是啦，要变改，我免变改，搁无啦，搁。这个有钱人嘛，事业嘛失败啊！啊事业，因兜拢无钱啊！伊嘛是查某嘛，伊嘛是可以去上班。我去找伊啦，我去找伊呢。今次唔是阿叔，南昌好收啊！我去阿南昌好收啊！因为我过去伫台湾有管1200地的瓜，哈、哦。学校，那学校，即卖若有啥物节日啊，啥物哈，比如讲话堂啦，啥物堂啊堂，都爱表演。啊，学校各学校拢出一个节目，啊，有是皮影咯，独奏，啊，有跳舞个，吼，啊，有吼做曲，啊，有啥物，啊，阮学校是，我日本阵个我会唱歌。请一个迄个平常老师吼，啊，我唱歌，练歌，因为我练古典的，夜来香会当发挥嘛，哦，爱你思量，哦，会当发挥嘛，啊，普通发袂当。过节时阵，较十九二十岁，伊说，伊阵啊靠文良的时阵，学生时代嘛，伊个有名。智慧吼，阿较歹阵，啊我笑，啊我另外个表，另外我就家己有一个好几下好爱，唔是啊拢总啦，我另外几下好爱，二十，好爱拢二十个吼，有苦咧咧，安尼尔啦嘛，
本来时代拢说外国歌啦，迄种台湾歌几块也插落去啦。迄阵拢，阮伫日本拢唱台湾就外国歌嘛。迄个时代拢外国歌也无台湾歌。啊，即摆电台过来请记者啊，那无伊无作品啊，迄阵也袂晓做作品。啊，日本时代是去日本录的，所以电台开起来，我的声，歌手我一个尔尔。啊，阿舅都咧无歌手，哦，佫听到我过来拜托个，叫我去啊灌唱片。伊要灌，要灌两只唱片，伊定爱四块嘛。伊叫起来以后吼。太油了，小心啊！放嘞无声啦，啊！别人吼，粗，你看沙啊沙啊叫啊。开始作词了，作曲嘛，啊，家己个编曲，啊，家唱嘛，啊，乐队问啊，好乐队，唱片我拢问啊。啊，十遍拢好玩，作词作曲编曲，啊，文化乐器，我家己拍摄起来，啊，作词叫别人啊，叫我家己啦，改名，啊，我唔来想，什么名较好听？作词的人哦。白泽青年林伯伯啦，泽是泽啦，一青年啦，一等于阮人咯，无咧运动嘛，较瘦。摕一本册，啊咧作书，较无人个所在，山内边啊，溪边，水咧流，啊坐当边啊石头顶。啊，风下来嘛，你也要关起来。风雨，秋风吹来，心肝冷。安尼也阁无气，即头毛阁啊两三支啊烂下来。秋人，啊名阁用秋人忧愁，足可怜的，做咩？做文学的吼，书生，头，好怎样？刚才想到秋人，就是安尼啦。文学诗经文，二十八年前八岁就教我灌唱片，伊上出名歌就是《采槟榔》，我迄阵八岁在灌唱《采槟榔》，十八多年。他说：“是啊，你哪里啊？你对了，哦，啊，我台北打来的，哦，什么台籍？他用台湾问我，我跟他讲说，我是郭南红，就电影导演，哦，我导演哦，他说我有一部剧本，我要请你做男主角主演，啊，哎呦。”不行了，我不可以了，我不行了，我不干了。那我听到他母亲在旁边呢，在问，用日本话问他是不是妈妈呢？啊，是我卡讲，我说能不能请卡讲讲话？他说哦，我给他卡讲，他卡讲呢，
我就跟他用日本话讲了，我是什么人什么人吼，讲哦看不过哦，啊伊唔是跟你讲伊唔敢，唔敢我教伊啊。到开镜，我们第一天就去植物园拍戏，两个人一看，我的老师试戏试完了以后，对白都念完了以后，看没看，两个人就笑。开头两三天都笑场，两个人一对看就笑，一对看就笑。我在拍的时候，那个戏我投资356,000台币，是台语片最高的投资，我自己独资的。老八呢，筹钱卖田来给我拍这个戏的。我底片向亚洲电影公司的老板借的。不是买的，还先降那借的。那个时候底片要进口，又扣税又什么的，太难了。那我就交给亚洲发行。当我拍完了以后，自己剪自己什么的，统统弄了老以后，第一场给文夏看，文夏，哎，那是我的。哎呦，哎，先生，他一直笑，一直觉得呢，很好玩呐、啊。你知道我350,000的成本，我付给他多少吗？付给陈阳、杨明他们以后的那个影帝什么的10倍的价钱给他，我付50,000块给他，那个50,000块可以买1.5间的透天的，透天的一间3万嘛，53年前，我付给他50,000了。那就再跟他讲了，头一个月我台湾5个大都市，你带着4姐妹我们登台，我再贴你车马费，你们到哪里住酒店吃用什么都我来了啊，我租那个小型的小巴士，人家要报会的学校的那个小巴来带我们整队跑嘛，跑了一个月。你知道高雄第一天开花多少钱吗？票房徐若瑄跟我讲，寿星戏院啊，那个徐老板跟我讲，今天你收37,000的、啊，结果我今天给了3个钟头才跟我讲41,000的、啊。我爸回到台北哈，台北没有人相信。他们才一块几年，我你讲哦，一日做7场哦，都再也忙噶吼。我跟你讲哦，日本片一走下坡时，我台北底下开始个破的，因为我那个戏就是像日本片的那个风格嘛，又是文夏演那个小林戏的那种味道什么的哈，所以不得了，那个戏哈，大光明戏院演1个多月，寿星戏院演1个多月。那个时候呢，哦，我的公司每天哈、哦、多少全省的戏院都来那边要排，小戏院也要排。他说啊，他大戏院演了，给我小戏院演，说想慢点嘛。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写《台北之星》的那个剧本了，一部《台北之夜》赚70万，我买能2条街啊，对不对？我可以买2条街啊。《台北之夜》是改写台湾电影产业的，日本片都被我的片子打得稀里哗啦，山川闽南的就是文夏的片子嘛，台北是先给卖大钱啊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。啊、所以跟他讲话哦，哦，这背条个就是安尼咧，台北6场嘛吼，电影6场，哦，3间嘛，这8条，在光明嘛，在光明个在关啊建国嘛吼，啊。
啊，佫无紧啊，佮看准第一场找落去，啊，过来去加兵，我跟他交电影佫切起来嘛吼，动起来，笑笑咧，去第三间恁电影佫我了佫你佫接落去嘛吼，啊，一边我佮伊佫再动起来佫笑，啊，叫我转来遮佫动起来笑，哎，恁无差啦，笑我有走，笑我有走嘛吼，单打先做啦。啊，那有当下台中做戏啦，有当下台南做戏啦，真话啦。到处拍算啦。到今日桃园做吼，桃园做，啊，我来西台湾爱一年，吼、哦，有300-300几哦，一两百位嘛吼、哦，做两日来来啊。啊，我中日做一拍完啊那个。只做两位啦，我安尼我个半年个解决嘞。啊，日时吼两条，暗时两条，那普通台北以外啦，拢安尼啦。日时两条，暗时两条。哦，1点、3点，啊，7点、9点，透红哦。电影就开始，10点开始。我个请表演演唱会开一半，1点外钟啊！啊，电影啦拍到1点，差不多2点外钟安尼来，等待个演唱会，我先几万个去等咧，出头点外钟安尼，啊，电影点外钟，1点钟2点外钟，不管跑车吼，我在反正就是，干那我咧走无车，所以讲我。到戏就戏台，我睇咧吼，我就去你到台个坐落去啊。啊，坐了先落来，再坐3点哦，等我讲啊落来。到去中立，中立做第一场了，第一场咱两个还袂走啊，无较早无对号嘛。第二场咱去后几排，所以徛。最后徛好个，好，只个两条钱做伙，我代表两条，啊，表了两条，看了了嘛，下晡，我转来这边第二条后壁，因为较早我做一条，第一条头前嘛，即摆转来做第二条，刷做好第二条看，啊，做下晡是3条，暗时嘛照呢，6条，干了我。感觉拢满啊！最起码出来演唱会啊，大家嘛要来看。伊要看，干来看的。我若前下做一礼拜，伊会看一礼拜啊，逐日看啊。啊，无如果明年嘛，无我去等一年咧，逐日看。真是麻烦。十一年，十我都拍11集啊。嘿。落尾就车站，火车出来，车站厅出来了啊。啊，电视搁彩色个啦，有无？我有收起来，我去日本表演，伊拢去啦，国语的拢去个做东南亚嘛吼，啊，我拢讲日本啦，啊，即马了有歌厅啦嘛，去歌厅收。是。啊，歌厅了哦，西餐厅嘛是拢在吼西餐厅，啊，去西餐厅收。老少西餐厅嘛收来了。拜这个电视，大家人问到问咧，我滴歌拢人当金潮呢。迄个是政府啊，袂使笑台湾歌，讲台湾话爱罚10块啦，较这个时代。啊，台湾歌袂当上电视啦。啊，电视落尾就开放半点钟啦，台语，半点钟尔啦吼。六点一种啊，8点的国语啊，好点就好的时间。台语的吼，六点挂咧咧。啊，台湾歌，特别甲你，对，甲你禁即个，甲你讲袂使做即个，甲做做旅游啦。望春风，来讲，啊，你咧讲春风，就是中山的啦，南中山的来，安尼对不对？望春风嘛对。哦，啊，红咧高雄，就哦，你咧，你做阿兵哥，你要上高雄，袂使。做阿兵哥咧上高，冒险一波都袂使上嘛，训练。
爱小镇，你想哪山未小台？啊，个个种做些旅游，个你夹夹金那些。啊，电视未当上无多啊，啊拍电影，平台退完了，大家要看电视看未得过来，看本来电脑较好。以前那边有歌听嘞，若不是有歌听嘛是会使啊。所以讲，粉碎，就是粉碎啊，什么歌？迄种外行的在讲的啦。几百年前，县歌兴起来，就是拢个，拢县歌，拢世界名曲嘛。啊，拢日本落来，甲功夫嘛吼。啊，过去伊就无咧唱粉碎啊，过咧唱美国歌啦，世界名曲拢进来边啊，对无？哦，什么圣雅啦，那什么，哦，哦，还有什么是哈？哦，左边的那边，左一点南边那边的，对不？那所以准备就开始混水了，出席的教会已经唱混水歌，啊，去学校开始就唱外国歌啊，啊，又个收尾多哈，嗯，老板啦是吧？哒啦啦啦啦啦哩哩哩，哒啦哩哒哩哒，啊！每阵开始拢已经唱混血歌啦，啊！那个国外的时代，还得开始拢我拢在唱混血歌，所以看人哦，做戆的过去啊！啊，人出世，迄时代个大家拢唱外国歌，改做中国歌嘛，啊，改做日本歌，啊，讲那个我时阵还得跟你讲，迄种雕刻业，伊若唔讲。当时国家、世界人拢唱人的歌，你讲我，你日本人拢唱美国歌，外国人、美国人拢唱意大利的歌，因迄阵的歌是意大利嘛吼，有声乐歌唱意大利嘛。啊，大家拢唱外国歌要阿咩？啊，你什么讲我迄阵个咧？我开始咧唱，啊，三万酷酷的，我唱我个就已经拢日本歌买拢。好，哒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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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哩啦嘞！像我拢世界名曲啦，台湾人功夫拢要搁唱日本歌嘞，也无台湾未晓唱台湾歌嘛，功夫迄阵啦。我国改做台湾歌好唱，我袂日本歌袂使唱啊。我好心呢，爱国心呢，想买唱日本歌来改做台湾歌来唱。九十岁，阁有法度办演唱会，文戏是头一个啦。那无等过时，你袂当看文戏唱歌啊。送你欢喜，我的阿母，哎，唔通来袂记。你爬了后是。一定寄心来予你，若是去到伊上天也寄去，可爱的地址，你再会啦，再会。虽然是孤单一个，虽然是孤单一个。叫我一个好命的生活，有讲的人好，厝的多吃，孤单Oh, oh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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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
我过来看一个，红红的水圳樱桃花，予我来浸一个。